当然有技术，有继续下一个技巧，对，嘛改一球呀，差不多了。判九五，为合理化报税之程序，您将会会及监管各委员会邓月，请讨论说明。本会为社会之表率，师兄所缴付费费及监管总计40000元，为免于日后税监单位查缉的困扰，您将会费15000元及监管30000元分别认列，请讨论，请主席主持。何先生，各位李先生，那这次我们把这个经过的也详细的研讨，还有请教几位行政长，还有我们这个税务方面的事情。那是希望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会费跟我们的乐捐捐款的部分呢，把它切割出来。所以，关于由我们一些可能行使一些我们的以会的名义去做一些任何的案子，比如说投资案，都有关这个税务方面的事情。那这个案子有没有其他？这个我看有一点错误。对，一定哦，咱那个会费哦。好，那个会费30000，啊，这你们讲开手机这样开就，要不我不是啊，你们就会费35000呢？不是监管上面会费35000，那你讲我们现在多了50000，对吗？我们对了开手机这样开就，对外的我们开手机这样，因为我们是5000多元，所以你难讲哦，我是会费35000，啊，关键。我感觉他们有没有买款十万块没有，所以不能这样讲。你就我们算，你就你几万块钱，那我们开收据，就是开分成对外收据的。哎，对外收据就是开，你看皇冠也在过钱，也在过钱，你会不会在过钱？所以哦，你要那个亏哦，亏，你亏什么辛苦的费用，然后。对了，来说什么来嘛？还叫五零二给你给我？哎，有关联的税金。我们这个银行公司已经是没有了，但是银行是这样哦，你如果哦，这个合理化，那个后头可以，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管。你自尊啊，是咱叫阿里讲的意思啊，是，咱是做过来这，完出来就不一样，我写啥啊？啊，监管下来，对不？啊，连这么规矩辛苦来的呀，还是做歹，哦，啊，那哦，彼此之害呐。上好是这阵啊哦，是怎哦，把三亚提单哦，闹出水事的，哦，从土家过来吧，400多，我又是为了报税，实际上是讲一块是平的，是亏亏30000啦，啊，管管万哦，啊，但是就是为了要做报表的关系，我报税啊。把它一切合理化，所以哦，下子下豆瓣，啊，等于我三亚了解以后，啊，你问题报表嘛，算好用拢砍块，报表啦，报表问题拢做甲收砍块，啊，但是甲三亚就是花一万四，甲三亚说明，实际上咱收的费用是30000，啊，多啊，但是报表做豆瓣，有没有合理化？啊，你要一劳永逸，劳力一边来避险。没有在过底啊！今晚是我阿里讲。对了，行，这个行哦，我牵扯到讲哦，咱那个会，哦，会要过。比如讲，我阿伯后，他管乱晒，会嘞。所以咱那豆边贵了，变难了，变难了。那我们如果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如果没有，我们是来补偿超过。Thank you.